宁夏段的黄河它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平静，但其实它有一种涌动藏在水面之下了。我就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我们小时候就生活在黄河边上，这是我们小时候一个游戏的场所。这条河跟我们本地人的这种生活的联系非常的紧密。黄河有一种很内在的力量，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延绵不息，一直向前。这个是杜建先生啊，在中央美院的老一辈的油画家。这老先生可厉害了，你看几十年就画这一张画，当然他不是只画了这一张画，但是这一张画就是说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投入进去了，达到自己最终需要的那种表达的这种强度。这就是作品的力度，就这样通过时间被传递了出来。在黄河边上生长着一座美术馆，它因黄河而生。今天一场关于黄河的视觉叙事艺术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这个整幅作品呢里面充满了大的小的很多雕塑，它其实是黄河沿线这些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的捕捉，做羊皮筏子啊，还有吹唢呐、奏乐的这种，它是非常生动的这种生活画卷。范先生这个作品呢，他这个笔触非常的强烈，他将黄河的这种力量、他个人的激情结合在了一起，都带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这是表现黄河这种力量非常成功的作品。这个展览包含的门类非常的多，有我们之前看到的绘画装置，甚至包括建筑影像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展览。中华文明和这种河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银川当代美术馆为银川带来了非常多高质量世界级的艺术作品，用自己这种高质量的展览以及和大众的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文化内容。银川当代美术馆呢，它除了可以展出艺术作品之外，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件作品呢，它从外观上来讲，它其实是来源于对黄河水流的表现，很成功的表现了这种河水在往前流动的这样一个状态。时光如水，岁月如歌，生生不息的黄河哺育了两岸人民的精神世界，为黄河边的艺术提供了智慧和灵感。今天关于黄河的艺术创作层出不穷，生长在黄河边的艺术家们依然在黄河的滋养下汲取着创作的养分，也用生命的力量讲述着有温度的黄河故事。咱们先拿一张纸开始画河好吗？好的好的。告诉爸爸，河你看到了什么颜色？浅绿色。好，还有呢？还有蓝色。是不是还有黄色呢？因为这个水有一部分是从黄河里流过来的黄色就代表了它黄河流出来的那一部分，好吗？把所有的颜色都拿出来。对，来，我们画一条彩色的河流吧，儿子。好的。
画波纹，你来画水。好的。